漂浮冰红茶。咪咪。漂浮冰红茶。咪咪。咪咪。冰酵素蜜茶。柠檬草凉茶。咪咪。这也是冰酵素蜜茶。咪咪。这是绿豆汤。自己先挖冰淇淋哦，他稍后不会。然后洋葱、玉米、马铃薯、茄汁、鲜蔬意大利面，还蛮多蔬菜在里面。阿妈。先做热腾腾，切丁的牛番茄、洋葱，有一些菇类，玉米笋，然后木耳，它的那个番茄还蛮多的。它有些豆子，它有青椒、红椒、咖喱米。这种一个套餐，还有含甜点、面包、汤。甜点是绿豆汤。还有一杯饮料，50元的饮料，多的补差价。这边还有沙发区，这种古典沙发的座椅还蛮舒服的。下西洋棋
谁做的午晚餐？凌晨电线饼。玉米浓汤，面包，冰巧克力，冰喜兰奶茶，这个是绿豆汤，里面的绿豆还蛮多的。奶油培根意大利面，培根肉还蛮多的，然后红椒。黄椒、洋葱、有豆子、上面还有吐司块，烤出来面包非常的松软好吃。哈哈哈，意大利多兰小麦做的意大利面。晨晨超爱喝奶茶跟巧克力。